小严，你这闹得跟哪叔啊？我怎么闹了？你忘了我这是按照什么地方布置的吗？这个就是昨天刚改的。我觉得这个地方需要修。和苏成军有那么多话题要聊吗？记得，记得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。骄阳，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。好，你说，咱们还得开会。骄阳，我喜欢你。这个蠢女人到底脑子还不存在吗？骄阳，啊，我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来开会，开会，林助理，林助理，林助理，整天就是要林助理。现在的问题无非是酒店的员工不配合工作，这里面一定有原因，所以解决方法非常简单，找到他们拒绝开发山庄的原因，然后让那些员工站在我们这一边。要是他们对您没有这么大敌意的话还好解决，可是看现在的情况，我估计他们是怎么都不会说出真相了。社区试试呢？对，说不定早就有人已经在贴吧发帖表达自己的不满了。如果这些人真的和集团有矛盾的话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查得到。可就算是我们知道了他们抵触的原因，那怎么才能让他们配合我们呢？逐个击破。林助理很好啊，跟了本总裁这么久，你可算是长进了。那今天我和林助理去搞定刘主厨，苏经理去搞定酒吧的机子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如我和林助理去找刘主厨，焦总去找机子吧。苏经理说的好呀。林助理觉得如何？我觉得苏经理的提议非常好。那个刘主厨明显不太喜欢焦总，倒是那个吉子小姐，如果看到焦总去酒吧找她，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而且刘主厨是画家，苏经理学的是设计，我相信他俩一定有共同语言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学设计的？同事告诉我的。谁呀？总之你去吉子酒吧，我和苏经理去餐厅。不行，你是我的助理，就必须得跟我一起。